刘娃，你休得在设计骗我，让我聘礼没拿回来还往外倒贴钱，你以为我傻吗？ OK， 不同意也没关系，我还有 Plan B。 哈哈，我把这叫花鸡卖给你，少说也得值个1200两吧。这多，要么还钱，要么一身折仇，其他免谈。你无耻，你没得选。他们和好的呀？